Ricky 嘅每個禮拜咧，我都會分享唔同嘅美容資訊嘅。如果未 subscribe 我 channel 嘅話，快啲 subscribe 咗個 YouTube channel 先啦。但係冬天咧，我發覺咧，我啲頭髮咧係好容易短嘅，因為每一次吹完頭之後咧，你都見到個洗手盆咧有好多頭髮碎喺度㗎。唔知你有冇呢一個狀況呢？我覺得不外乎都有三大個原因嘅啫。第一就應該係好乾啦，第二就因為我自己漂染漂得好犀利嘅，第三咧就可能啲洗頭水嘅髮素咧唔夠滋潤。咁我記得八月嘅時候咧，去咗韓國度體驗過一個頭髮同埋頭皮嘅療程㗎，我覺得嗰個幾好㗎，咁我就特登咧喺香港揾下有乜嘢 brand 咧有呢一個咁嘅 service。最後俾我揾得到咧，原來 Nioxin 咧係有呢個頭皮頭髮嘅療程嘅，我將佢咧引入咗嚟我 studio 呢邊。今日咧我就體驗一下，同大家一齊分享啦。大家見到我而家個頭咧，啲頭髮嘅顏色咧，望埋去好似好旱咁樣啦。第二咧就係見到你好多呢啲咁嘅頭髮絲飛曬出嚟。就係你見唔見到好多毛毛啊？呢啲毛毛咧，全部都係斷咗之後嗰堆剩低嗰啲毛毛嚟啦，好慘啊！我成個頭而家一開始咧 ，V 仔先幫我用 Nioxin 嘅專用頭皮頭髮分析儀啦，睇下我嘅頭皮狀況係點先。我睇到咧，我頭皮上面咧有好多擰身嘅死皮啊，同埋咧毛囊嘅位置有好多污垢啊。V 仔同我講啊，呢啲都係平時嘅頭油分泌啦，好多死皮咧填實咗啲毛孔。同埋咧，呢啲都系造型產品殘留落嚟嘅污垢噶。好多時咧，呢啲用洗頭水護髮素咧，未必可以洗得走噶。另外咧，我又問佢啊，點解我呢排成日都甩頭髮啦？佢話咧，因為我嘅頭髮本身漂咗好多次，好易斷，同埋咧轉季天氣咧，令到啲頭髮好乾燥。咁我就問啦，咁我其實有冇脫髮嘅危機呢？佢就話冇喎。因為我的頭髮本身都是比較粗身啲，可能會有啲幼頭髮嘅，但是咧，如果我的頭髮是去到攣毛的狀況咧，先至有脫髮的危機。唉，好彩啫！分析完啦，咁就開始做療程啦。V 仔咧先幫我落咗一啲磨砂保濕精華啦，等頭皮嘅每一個位置都滲透曬先。吸收完咗之後，就開始幫我做清潔啦。不斷將我毛囊嘅裏面污垢咧，係咁推啊推，推啊推，推曬出嚟咁樣。成個過程咧，大約15分鐘到啦。但係呢15分鐘太舒服啦，好眼瞓，好舒服啊！你咁，瞓得覺啊？呢個狀況，我覺得我需要張被。嗱，捽完之後咧，你就會見到好多呢啲死皮啊、老泥啊，哇，好爽啊！針對每一個不同的頭皮和頭髮性質，他們出了6款不同的洗頭水和護髮素，有貨濃密的頭髮、稀疏的頭髮、健康的頭髮或者漂染過的頭髮，都總會有一款專門的適合你的吧。我這些頭髮呢就比較濃密一點，但是呢因為漂染過，所以呢就會用上3號的洗頭水護髮素。這個洗頭水呢很正的，因為你一搽下去的時候有一種很冰涼很薄荷的感覺的，之後呢就會搽上這個頭皮頭髮的髮膜啦。同埋呢專用的護髮素，最後呢 V 仔不斷幫我做按摩，很舒服的。跟皮膚一樣，我們做好清潔之後就要做一些保濕和修護了。我們先搽上這個頭皮的更新修護精華，它可以促進毛囊的頭髮生長，搭上平衡頭皮的保濕精華。做完頭皮之後當然要做一些頭髮，我們會落上這個 Liquid Care 的，特別呢針對易斷或者漂染過的頭髮是很適用，是可以令到头发很顺滑的。之后呢我们就要落一落机，将头先所有的精华有效地注入头发和头皮里面。我的头呢，因为刚才讲过一洗完头之后呢就很凉很薄荷，所以有这个热风在这里，你会立刻觉得哇好爽啊。这个 treatment 建议每一个月其实应该要做一次的，很适合成日漂染的头发、成日 gel 头又或者有脱发问题的朋友用的。每次 treatment 做完之后都会送一 set 的洗头水护发素给你，同埋里面有一支独特的精华给你回家擦落头皮用的。今次这个 treatment 我都想邀请你一起来玩，如果你想参加的话，先第一要 subscribe 我 channel， like 我这段 video， 还有在楼下 comment 告诉我为什么你想来试这个 treatment。咁我就会当中邀请一位幸运儿上嚟做呢个出问噶。最后当然要记住 subscribe 我 YouTube channel， 我哋嚟紧 Facebook、Instagram 同埋 YouTube 继续再见，拜拜。
you know what's